小心配音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片。这位先生，你放心，在刷怪这一方面，我们是专业的。没错没错，只要我们在，先生你完全不用担心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在这个领域，我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门小技巧，每一招都是可以借鉴的刺花小连招。Trust trust， 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震撼。啊，快快快，给我瞧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你看咱这大一开，你看咱这水一刮，你看咱这花一出。哎哎，你们看什么？哎大神，你看我还有救吗？没救了，重开吧。当当，在你的眼里，生命的价值根本比不上你手中那些无情的规则和律法吧？被大卫要骂了。大卫莱特，我要去找你。我在忙啊。这风大卫有人关心我。大卫莱特，我还有事找你。我现在在忙，稍等。哎，好嘞。这个世界不会再有爱了。大卫莱特，我在忙。好嘞。大卫莱特，哎呦，你身为凤丹最高审判官，这被个小姑娘骂的内心崩溃，又哭又闹，好可怜呐、啊！我要让全凤丹的人知道这件事。怎么回事？天怎么黑了？心情好多了。让我看看情况。哎，正好这位美人可以放飞一下自我了。有人想找亚历玩吗？刚才的事别告诉仆人。理解理解。话说你看到班尼特了吗？哇，是淡醉之皇子，这边为班尼特接受本皇子的制裁吧。真他奶奶的倒霉。我被飞侠同化了。理解你，每个男孩子都有个钟爱的梦想。所以你知道校林在什么地方吗？哎呀，旅行者，你可真讨厌，竟然对人家说出这种话，讨厌了。理解你，但过巴都比你，找死你。好像还差一个人。你是来找万里万的吧？旅行者，你可真的 brag 呀了，竟然对我说出这种话。俄罗斯，既然你质疑这样的话，在下只担罪之皇子任兵卫。我是你爹。旅行者，我看咱们还是走吧。走走走走，不认识他。开拓者，来来来，我这又出新茶了。要不算了吧，老板，上次喝了你的酱香烈焰浓茶，我躺列车上三天没起来，到现在头有点晕乎乎的。这不显得我茶功效显著吗？我比那吃剑八岁小娃还小，你放过我吧。哎，这次是真的普通茶。等等，原味龙井。哦，这次看起来确实不错。这款龙井茶在口感温和的情况下，还增加了很多功效。喝了后不仅缩水保湿，延年益寿，甚至还能增加卡池暴日。哇，那牛，有点怪味，但没事。老板，再来一杯。好嘞，上茶。哎，等会你来先看。我操，还真是龙井啊！宋少，听说你最近正在发力读书，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通过爷给你设立的考验的。来吧，赌上我娘的名号，我一定不会输。问题：太傅大人头上的法眼的功能是什么 ？A. 占卜与运算 ，B. 发射艾梅里姆光线 ，C. Type C 接口 ，D. 封锁宇宙真理的银河之锁。我选 B. 太傅大人神机妙算，脑子里肯定有很多知识，再加上太傅大人这么能打，肯定会发射激光。我替你娘为你感到骄傲。问题二：罗刹为什么被警员抓到忧愁雨 ？A. 复活吧我的爱人。B. 在仙州四处发传单宣传业务。C. 在仙州成变嘴的大游师。D. 偷偷运送星河。那肯定是 B 啊！你看，罗刹是个商人，很明显就是推销丧葬一条龙啊。但是大街上推销棺材太晦气了，所以被抓了。灭妈妈的，好像有点道理。问题三：真有五名，下一句是什么 ？A. 代价有三个 ，B. 代价有三个 ，C. 白毛有四个 ，D. 毁灭有三个。警员，你不是其中之一。那必然是 D。选项这个东西，一寸长一寸强。将军，您都听到了吧？干嘛？那将军唬我？你看我是吓的。欣赏更多沙雕配音，记得三连关注阿青。